对音乐是有天分的。我也觉得，其实他有某一份执着是在音乐上面。我是音乐总监。在里面用水盆过你的脚底，破皮抽筋，全部在那个沙滩里，你就知道艺人有多难搞起来。又回来郭靖抽筋，这么多歌手应该会玩他写一首主题曲，真的真的及时来吗？没有，你们就几个要负责这件事情，把它弄出来。对啊，你们几个要负责这件事情。他比过来，我比过去，开心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是感伤感，对，我微感伤。吓死我了！干嘛？真的很好，这个可以流汗的感觉，这有让我想起那种爱死了或是那种爱死你那种感觉。哦，他的歌都是这种，对吧？你在讲那个部分很 OK， 我觉得 OK， 我们就从饶舌先开始，先从饶舌开始。上次小米哥，现在又来了。其实我对音乐是有天分的。我也觉得，其实他有某一份执着是在音乐上面。我是音乐总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唱一个以前。太一般，太一般。我是放的你。我想象中的感觉是。那个 N 哥在 rap， 然后郭靖在唱那个 hook 的那种感觉。那你们？我在旁边啊，陪着你们啊。我也准备好了，在找事做啊。找事做。红灯，红灯，红灯，这是什么交换？已经是。居然是有威廉在开球，破皮了，破皮了，破皮了，超级，超级，郭靖抽筋。